巍巍嵩山，普查少林，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。少林功夫名扬天下，逢武必及少林。少林武术是少林寺历代武僧吸取百家之精华，久经锤炼，是技法和智慧的一种禅效应，以禅入武，在训练中从时空不空达到一种实证的禅修。少林弟子应当寻找自我，认识自我，超越自我，在任何外界的情况下都要收复散乱的心，执着的心，在武士中要体现出保持着清静的心，刚柔并济，以禅入武，禅拳归一。
少林镇山棍分铁动作，预备式，两脚并步而立，左手自然下垂，右手持棍，棍根朝下，竖棍于右脚尖右前方，头正身直，两眼平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预备式，起势，左脚向左跨半步，双脚与肩同宽，脚趾抓地，右手提棍下滑，于棍根上方10厘米处握棍，左手变拳，拳心朝上收于腰间，挺胸收腹，头左摆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起势，金刚念佛，左手变掌，目随手走，左掌向左下，而后向左上，经额前上方变立掌，向下竖于胸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金刚念佛，泰山压顶，左手于棍梢反把握棍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左脚经右脚内侧擦地，提起绷直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同时右手左滑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根经右前方劈击，棍根高于头平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泰山压顶，左右开弓，上动不停，左脚向左落地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根右下磕，而后上挑右戳，右脚向左脚左后透步，双腿下蹲成歇步，同时双手持棍向左平戳，双臂与肩平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双手开弓，提膝撩棍，双腿起立，左脚向左上步，双手松握，先左手后右手沿棍左滑，体左转90度，右脚提起绷直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同时双手持棍，使棍根向前撩出，左手放于腰间，右肘与右膝相照，棍根高于头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提膝撩棍，左右开弓，右脚向前落地，体左转90度，双手持棍向左平戳，左脚向右脚右后透步，双腿下蹲成歇步，
同时双手持棍向右平戳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，左右开弓。力扫群敌，右脚向右上步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向前上步，左手松棍便立掌竖于右肩前，体右转180度，同时右手持棍向右平扫，而后扛棍于右肩，右脚向右后退步，上体右拧成右弓步，左掌掌心贴于右手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，力扫群敌。普步劈棍，体左转90度，左手于右手前顺把接棍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梢向左前下，而后向左后上运行，右脚向前上步，棍梢向右前下，而后向右后上运行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上体右转，右腿下蹲成左蹼步，同时左手持棍，使棍梢顺劈于左腿内侧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，普步劈棍。弓步挑棍，双腿起立，右脚向左前上步，成右弓步，同时右手后抽下压于腰间，左手松握上抬，使棍梢向左上挑击，棍梢高于头平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，弓步挑棍。云顶左扫棍，双手松握，右手左滑，左手右滑，顺手顺把持棍，使棍体向左后上，经头顶向右前运行，体左转90度，右脚向左脚前上步，重心4分落于右腿，6分落于左腿，成4-6步，同时双手持棍，使棍梢向右腿前下扫击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云顶左扫棍。云顶右扫棍，双手松握，左手右滑，右手左滑，换手顺把持棍，使棍体向右后上，经头顶向左前运行，左脚向前上步，重心4分落于左腿，6分落于右腿，成4-6步，同时双手持棍，使棍梢向左腿前下扫击，目视前方。
请看侧面，云顶右扫棍。勾踢斜劈棍，左手右滑，体左转90度，右脚与左脚内侧擦地，向前勾踢落地，双手于根部持棍，扛棍于右肩，体左转180度，双手左滑，左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右膝内上侧，同时双手持棍向左下劈击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，勾踢斜劈棍。五花棍，体左转90度，左脚向后落地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梢向右后下，而后向右前上，再向右后下，背棍于右臂后，棍梢朝上。请看侧面，五花棍。英雄观阵，左脚向前上步，棍根前撩，左掌左后撩，右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同时棍根后撩，左掌向上，掌心朝前，架于头顶上方8厘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英雄观阵。普步劈棍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前落地，左脚向前上步，右手前上举，左手于右手下顺把接棍，体右转180度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梢向右前上，而后向右后下运行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体右转90度，右腿下蹲成左普步，同时双手劈棍，顺梢于左腿内侧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，普步劈棍。
背部拦腰棍，双腿起立，左手换反把松握持棍，右手右抽，体左转九十度，右腿右以脚尖点地向前跪去，左腿下蹲成右跪步，同时左手收于腰间，右手左滑，使棍根向前横击，棍根高于头柄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跪步拦腰棍。提起右扫棍，双腿起立，右手右滑，左脚提起，绷直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同时右手收于腰间，左手右滑，使棍梢向前横击，棍梢高于口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提起右扫棍。提起左扫棍，上动不停，左手左滑，左脚向左落地，右脚提起，绷直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同时左手收于腰间，右手左滑，使棍根向前横击，棍根高于口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提起左扫棍。歇步刺棍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后落地，棍根向右后撩击，体右转九十度，左脚向右脚右后透步，双腿下蹲成歇步，同时双手持棍，使棍根向右平刺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歇步刺棍。弓步劈棍，双腿起立，右脚向右上步成右弓步，同时左手松棍变掌左推，掌心朝左高于头平，右手持棍右劈着地，双臂成一直线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劈棍。回身劈棍，体左转九十度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右手持棍向右上撩出，体左转一百八十度，左脚向后退步成右弓步，右手向前劈棍着地，左掌后上推，双臂成一直线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回身劈棍。
前后点棍，左脚向前上步，左手于右手前顺把握棍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梢向左后下点击着地，体左转90度，左脚提起放于右脚后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梢向右下点击着地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前后点棍，左右点棍，上动不停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向前上步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梢向右上而后向左下点击着地，右脚向右前上步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梢向右下点击着地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左右点棍，跪步背棍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梢向左上，横棍于体前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向前上步，左手松棍，便立掌竖于右肩前，右手持棍，使棍梢向右后左后上，经头顶向右后下，背棍于右臂后，体右转180度，右腿向右退，体右转90度，右腿跪曲，左腿下蹲成右跪步，左掌掌心朝下横放于胸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跪步背棍，前撩棍，双腿起立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右手前上举，左手于右手下顺把接棍，使棍梢经右后上向右前下撩出，而后经左后上向左前下撩出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前撩棍，蹼步劈棍，上动不停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体右后转180度，右腿向后退步，下蹲，上体右拧成左蹼步，同时双手持棍，顺劈于左腿内侧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蹼步劈棍，蹼步二次劈棍，双腿起立，体右转90度，双手持棍，扛于左肩上方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上体右拧，右腿下蹲成左蹼步，同时双手持棍，顺劈于左腿内侧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蹼步二次劈棍，
霸王举鼎，双腿起立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提起放于右脚前，左手松棍便立掌竖于右肩前，上体右转，右手持棍外旋，右后扫，使棍体经头顶向前，左手向上接棍，双手平举棍于头顶上方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霸王举鼎。右手松棍便立掌竖于左肩前，左手向下横棍于左腹前，体右转90度，右腿右伸，左腿下蹲，右掌沿右腿内侧向右穿掌，重心右移，右腿起立，上体左转，左脚后收于右脚内侧，右脚经额前上方向下立掌竖于胸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收势。